我叫王瑞发，我现在在南北大学孔子学院学习汉语。中国的那个历史文化是很悠久的。现在我的梦想是来云南大学学习汉语。这是正在云南大学举办的孟加拉国青少年访华交流营。目前云南大学在缅甸、孟加拉国和伊朗建有四所孔子学院和课堂，每年招收学生近万人。像王瑞发这样，已有越来越多的南亚、东南亚国家的学生将云南大学列为来华留学的首选。